马鸣山正安公五年千岁公元。马鸣山正安公供奉的王爷，相当特殊，称为五年王爷，是因为逢五年才举行一次大科祭典，故称五年千岁。五年千岁公园就在马鸣山正安宫对面，这里是免费参观。五年千岁公园是在民国100年农历5月1日开放免费参观的，园区充满江南风情，美像是人间仙境一样。彩虹湾桥上园区的美景全览在眼底，观赏赏奇山石林，园区中到处可看见高山石林的庭园景观。壮观的九龙巨船，美丽的景观鹊桥，随处可见的大小瀑布，除了这些，园内还有神仙洞的诸多石雕神像。曲折起伏的蜿蜒石洞地道中，颇有电影中的底洞穴场景感觉。我们还登上美丽的九龙船，巨大的九龙船，船上供奉着五年千岁神尊，别有一番景致。目前龙船还在做小工程的修护，您只要跟着指标走就不会迷路，也能仔细的参观。当然还有蛮多的人在半途寻找捷径，快速到出口。五年千岁公园是一处免费参观的景点，就像江南风情般的庭园景观。走在园区，就像在玩闯关游戏一样，一下爬高，一下走低的，还真有趣，值得一游的马鸣山正安宫五年千岁公园。记着到马鸣山正安宫内参拜五年千岁保平安哦。地址：云林县包中乡马鸣村正安路31号，赞。停车的，到了到了。
我就搬得出去了，都丢回了，如果这边去了。 你叫不安我啊？当下降的是，嘿啦，都地下道啦，嘿啦，放水放水往下拖。 二十嘞，乌龟都跑不完了。哎，真的没有这个台子。那个仓鼠那边要杀鸡。 哦，养鸟。哎呀，都出口了呀！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对，你是山头嘞？长乌鸦的。乌鸦的。这山丘，刚才弄的多。太热了。你们，你们，你们放弃呗。这里面啊，也没光线。
谢谢你们啦、啊，当我免费的演员，感谢啊，感谢你们。他唠叨。